凡所有金光点护法的加持，来抄经生命密码，然后排来麻坡应验中心圆满人生精英会所有的出席者，好，我祝福大家每天都福音喜乐，正能量满满。大家晚上。那么今天非常的高兴哦，因为有很多新人、旧人，还有也有一些很久没有回家的家人。好，今天晚上终于回来了。那么刚才在唱感恩是奇迹的时候，我也是非常的感动，因为宣誓声音不一样，对吗？然后我听到啊，你妈妈在那边这么虔诚的在那边唱着啊，真的是从那个内心哦发出来的那种感恩之心，还有一个非常的高音，很好听的。你真的是很好，非常的棒啊，那种感恩，那种你可以 feel 到啊，那种真正的哦，那种感受。还有我看到这个帅哥小弟弟哦，他虽然是沉浸来，但是他的表情，我是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啊，但是他的表情也是让我非常的感动。真的，他真的是有做到。他就是把双手放在他的大腿上，然后双眼闭住，有唱吗？有感觉吗？有感觉哦，哇，好棒！真的可以分享一下吗？我刚才要哭出来耶，真的。你才几岁啊？15岁耶，你看，所以证明了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。是，导师所就是说啊、所想出来的、啊、每一个点子啊、哦、不管是歌曲啊，可能是句句啊、书本啊什么，全部都很有用的，对吗？啊，老少咸宜啊，一个15岁的那个青少年，他可以受到感动，还、啊、可以跟着他的妈妈来，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前途了。来，我们祝福他，来大家掌声。他一定会越来越好啊，真的。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庆祝中秋，非常的快，我们2018年只剩下多少个月？3个。好，去年我们还在讲往2018，现在2018已经走了9个月了，只剩下3个月。然后导师的课程是12月15号和16号的课程，那个早鸟的价格就在这一个月，好，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，赶快哦，趁这个月，好，10月31号之前报名。那如果有去那个9月2号的，都可以拿到2张导师亲手签名的那个 poster， 那个歌曲，一个是富有，另外一张是什么？有2张，对啊，歌曲的 poster， 然后金光闪闪啊，我们华人最喜欢金光，对吗？金啊啊，以前我们的那个中国人的元宝也是金光闪闪，所以拿回去挂在家里，哇，招财进宝啊，阖家丰盛。那么今天晚上啊，很高兴。那么有谁想要分享的吗？我看到很多人都跃跃欲试啊，心得满满。一真，要分享吗？来，我们给一真加油。各位超凡的家人，大家晚上好。我的分享哦，其实除了感恩四季还是感恩四季哦，因为刚才我从我的店放工过来的时候，本来就跟先生说好，一起去吃一点东西了之后，我才过来这里。然后，绕了一圈，我从店过来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唱着感恩四季啊，而且就是唱很大声的那种，自己唱给自己听。然后走，转了一圈没有把音，那个没有把音，原来只是为了让我跟我先生说，
哦，没有把病包他要回家了，他自己打包回家吃，一起吃了这样。因为我刚刚跟他讲了这句话，我只是走了之后，我就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位置，正好是我们的吧台的位置，就这就是主唱感恩司机跟没唱感恩司机的差别，这是我的。然后还是感恩自己的那种神奇力量啊，太多了啦哦，其他比较一般。那么除了分享哦，啊，就是说感恩自己啦，然后有特别的心得啦、感触啦。如果啊，你可能回想之前啊，你所要忏悔，我刚突然间想到，你说我们在心法里面忏悔。我们自己知道了吗？对吗？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分享出来。有没有人要勇敢的分享？有吗？比如说之前跟家人的误会啊、朋友啊、同事啊，啊，忏悔的那个对象啊、内容，你可以一起分享，然后让大家啊，就是学习。因为那天我读到一个新加坡学员的心得，他写说之前他的一个同事，然后他也不懂为什么突然本来是很要好的朋友，突然间那个同事那个朋友就不理他，然后就讲试过了很多年，他也不知道说哪里有得罪到他，所以这次学习的超马就突然间想到那个朋友，就灵机一动就跟他忏悔啊，因为可能啊，我们是无意嘛，对吗？啊，无意中犯下的讲了一些话，还是做出一些什么举动，然后引起那个人的误会。所以有时候人家对我们误会，他没有讲出来，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做错了什么。所以他在心法里面跟他那个朋友忏悔一下，他讲后来他一看那个朋友，那个朋友就好像没有事情了的，我就跟他又很好回去。所以真的是非常的神奇。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这样的经验啊？有吗？没吧？哦，是是是是，来来来，是是啊，文青他本来说生病的嘞，不能够去校园活动的，然后今天早上突然间出现在校园那边，他想没有生病了。
所以鼓励啦啊、哦！如果大家有空的话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那个校园团队，啊、哦，人多嘛才有力量。啊、哦，一点也是要分享是吗？啊，关于校园的。大家晚上好。好。几点啊？今天我是第一次参加那个校园的那个分享啊。活动。因为我是今天起身都是很早，整个感觉到很滑顺这样，然后我就跟一龙他们一起，金龙一起，通常的时候三个人后面，然后我们四个人一起下去嘛，我记得每个孩子，他的那个笑脸啊，感觉那个笑脸很舒服啊，啊，他的呼吸啊，真的很舒服，我觉得，然后跟那些小学生在。参与那些小学生呢，我觉得很开心哦，参与那些小学生哦，我是第一次啦，第一次去参加，然后在那边，希望下一次还有，我也是会去参加咯。
它其实不是很顺路的，它是直接可以通车的，可是它变成要绕到市区，再回公家很远哦，那个路程几乎是两倍，对吗？你说八个处吗？还会吗？总之他走的路就是要走两倍就对了。后来我就，其实那时候一路上哦，我就在唱家乡版的那个《感恩四季节》。说实在的，我没有骗大家，我的心是冰冰冰冰冰冰很怕，一直唱一直唱。可是哦，后来因为我晚上开车，眼睛视力不是很好，可是很奇怪哎，那天晚上哦，一路哦都很亮，然后很不错的，我就说，哎呀，那今天怎么这样奇怪的哦？你知道我们紧张时油是拼命踩的吗？对不对？希望早点到那边，因为到那边大概是要十点多的。学校也是，那我们呢，怎么办呢？我也不懂为什么来，我拼命踩油哎，我还是跑白翼，很准的白翼，我也没有少，就是白翼就对了。可是我觉得我的车灯哦，那两粒哦，很像小太阳哎，很亮，你知道吗？外面就我的车灯这么亮的哎，因为每次哦，他车灯不亮的，开夜车，因为都视力不是很好，就开很慢啊。可是那天真的不懂为什么，我觉得车灯哦很亮哎，我都看得到那个路哦，我就这样哦，一路上啊，上，一个小时半我就到马六甲了，一个小时半。我没有跑高中，我没有跑完，我就超过。哦，我还有时不小心低过百地哦。可是，在唱的时候哦，我的感觉就是说，孩子是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我不懂为什么，心里一个感觉啊，一直唱那个家乡版，我觉得好像老师在跟我讲，没事的，不要紧张，真的。然后就到了学校哦，我儿子走出来，我讲，我感觉你好像退烧了，真的。摸一下你，然后老师跟他测量一下，不是打你妈妈来了，你就是退烧了，真的就退烧了哦，就真的是退烧了。然后我讲，老师就讲，真的是肯定是发高烧的。我讲是，我没有怀疑你，肯定是。然后我心里明白，我讲，这是加持给我的，天地给我的加持。然后我就讲说，不要紧了，老师讲也好了，你带回去，因为他。就那天踩到那个钉书钉啊，他讲那我没有生锈，小我孩子也不清楚，老师讲不然还是带回去了，然后第二天就带去验血，啊，我就跟医生讲这样的情况，医生讲看样子没什么事情嘞，很好嘞，早上前面没有烧了嘞，真的是没有烧了嘞。因为我跟他说，你哪里不痛？你哪里痛？不舒服吗？你跟太阳公公讲，已经帮我照这里痛的地方。啊，我想你就想着，然后他就想到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真的是我的姐，然后我就问他，叫你来去看医生啦。他讲也没有读书，没有联系嘞。我说不是哦，我们就去看医生。然后医生就讲说，听我这么诉说之后，他说，不然也验个血啦。安心哦，啊，就去验血。基本上他说，因为骨头痛，比较怕啊。啊，如果是肌肉痛感，不要紧，就比较普通感冒嘛。哎，一切都没事哎。哇，我跟你讲哦，真的，我自己都，真的是，这是天地给我的厚爱啊，真的。因为我就想，一定是没有事情，一定是我不懂为什么一个心理告诉我没有事情。啊，这个是第一个惊喜哦。第二个惊喜嘞。跟孩子的父亲哦，其实已经12年了，没有一起吃饭了，不可能的，因为他有他的家庭，他已经在乎你，我不可能，哪怕你成为好朋友，都不可以介入他的婚姻的，更何况我自己都要去要那种小情小爱的人了，不要这种，我现在做自己一个人啊，比较轻松自在啊，当然大家也你不要笑，哟，贵族讲这样，我也。今天绝对不会离婚，真的，我是坦白说。
可是呢，其实这个也是我女儿的心愿，她还是希望我们破镜重圆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我是一个很新的妈妈，也不说很新啊，做人要很实在，不要给她有幻想。我就告诉她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她有她的家庭的，我们不可以做第三者，我们是曾经被人破坏的。那种话我们了解。然后你又有没讲，那么一件事破坏我们的家，她都不对你再去学她干嘛？以前我们做人的心态就是说，
长到很整齐，对吗？人之常情嘛，哦，就是把那无形压力放在孩子身上，尤其是我们的女儿，很可怜哎，就她真的很可怜。现在哦，真的是自己看的哦，她反而哦，学业不分母亲，她自己会想，她自己想说，嗯，我要好好读书，我要替你争口气。哇，以前我想了哦，可是我真的放下这个观念的时候，反正下次由她自己讲。啊，我昨天我儿子也是说，他想说，欸，你赚钱这样子。对，让我们请。我真的吓一跳，真的真的，我当时吓到，没想到他们会这么替我设想。好，所以这个系统真的是，我觉得整个人生观就改变了。嗯，没有啊，嗯，没有啊。自动自发懂事，然后用功读书，
很好的，就是更爱妈妈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不是礼物是什么？对吗？哦，那种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礼物啊，用钱都买不到的。白天没事做嘛，晚上在教书嘛。今天对方微信我来，赚美金耶！哇、哦！哦哦我妈，哇！可以吗？
求智的啊，也没有去求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因为家里真的很乖。每次我们有什么活动啊，什么我叫他做什么，都是第一个时间就马上做出来。从以前到现在，真的真的啊，他以前患病的时候，我跟他讲，你不能够出去分享，不然你就写，啊，就很勤劳的写。好、哦，所以在超马系统里面就是要勤快啊，成果啊，功课啊，不要害怕啊。如果有人叫你去做这个做那个，你要很坦然，我很有机会，要赶快把握，不要讲嗯，不知道嘞，有没有嘞，我安排一下嘞，什么、啊、这个就没有了。啊，真的，我们不要安排老天去帮我们安排的嘞。好像刚才秘书讲的那个永平分享会嘛，我也不知道的嘞，为什么我会叫秘书去先去分享？哦，很奇怪，本来是他好像比较后面的嘛，对吗？我们讲说给，是啦，他是主角的压轴，本来是要给马祖的人写的啊，我们这样排下来嘛，马祖的人写，我也不懂为什么会走进他后面，哦，然后跟那个没把没来演戏分享，就是说，其实就是天地的安排。因为如果他没有分享，然后接到电话他就走了，对吗？所以其实那天晚上和天地做两个最好的安排，第一个就是我不懂为什么要叫他直接分享，第一个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派另外一个司机哦，啊，很大师兄来做我们的司机，所以真的是凡事都有了交代，我们完全没有去 plan， 什么都没有，啊，就是这样，这么美好的结局，啊，去的时候有人在，回来的时候也是有人在。啊、我们四个人不要走路回家。啊，那么感恩啊，嘉玲。那么现在哦，那天晚上你胜利在哪里啊？你可以想到，但是那天晚上真的很少人听到，你可以再多分享一次吗？啊，来，你胜利来。
交一点实际，就没有没有对不起，换回那个药材店，换回去，就不是想啊，然后就是今天哦，今天是美美老师啦、啊，就是秀芬的一个朋友，他就介绍，哎，可能有个课程你来上一下，看会不会改变。哦，你想什么课程？啊，你上礼拜我也来。他就拿这一本，哎，这本我看过了，一年前我看过了，看过了，好像可能我也比较需要叫来上。哎，我他说打算给一杯时间嘛，哈，但是我还没来，两三个月过，一直在犹豫犹豫犹豫，又不敢来，啊，又不敢来，后来还是硬着头皮来这里，就是那时候讲可能。可能讲试一下看怎么样啦，因为每位老师讲试一下可能会有效，啊，我就来，他们讲啊，今天我听到啊、这位师姐的，会说，也可能我来的很快，哎，为什么？我结束我看这本书我不明白，真的不明白话讲什么，那我就上网去看，也不明白，那我怎么样？那天我也讲过，我要如何能明白书里面的书？哎，我曾经经过基督教，我信息过你，我外教，我妈妈是基督教徒，那我求神啊，那我不要耶稣的名字求，我求宇宙。如果你要，既然是要我来回到你这身边，那你给我一个指示，该怎么做？哎，可能开始有点来哦，会来哦，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看。慢慢的去拍那书里面的东西，先看那两本先，这本还没动到先，我看那两本先看，然后开始他慢慢，我晚上的每天都修，哎，可以帮我一下吗？因为我是 OK 啦，是为什么？是我是为我孩子，因为我是儿子，开始他不是叛逆，他不是什么理由，就是。骂太多啊，他心里啊，或是怎么样，我不懂。对，后来就是我看到，我慢慢看那本书，慢慢求，哎，慢慢去给我开始要怎么样去做事吧。我开始忏悔，到今天还可能还不到家了。后来我发现说，慢慢来就是，我在开始是跟我爸爸妈妈忏悔，已经不在了。哦，下来我就跟我太太忏悔，就跟我儿子忏悔，以前做的不对，然后就是每天，因为今天啊，他们讲我做什么事情，我这个太太就管的不要了，哦，抽屉里面这样讲，我那至少有一个他好像会派他来管束我，以前我是不要讲话是大小声。也不对，所以晚上我们是该参加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所以我跟我儿子讲，对不对？后来还没什么东西，慢慢的讲，哎，你是不是要跟爸爸妈妈忏悔？虽然已经不在了，我们小时候上家讲话大小声，我记得是不对。所以那年九月二号，给我更加有信心的是九月二号，我带我儿子上去叫妈妈那个时候啊。对他爸爸，我流泪，我流了蛮多，15岁啊，哦，跟你一样，20岁，啊，第一次，因为我为什么我特地坐到后面去，因为我是被安排到前面嘛，第二排嘛，然后我是坐到后面去看他的互动，因为最终是他不是我，我看他对着潮汐是什么。样的那个反应，哎，他就哦，我就看他拿那个手机，哎，哇，是不是他的？哎，对哦，是他拿个手机跟大家一起，有没有？最后了，没有，啊，就是那个，对，就是那个时候他掉下来的，啊，他电台报价，所以他开始是有点施压，对吧？施压是我们应该是，哦，对呀。哎，我看到很多那些太阳超市的那个牌有没有？你说要到底去哪里买？我就一直
先炒鸡，因为我再买一个给他先。啊，像昨天我再下来麻坡补习的时候，包山我刚讲话，如果不应我回应的话，我会非常生气。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，咖啡就死在了，不要紧，一下子呢，他就跑噼里啪啦很多。接着啊，接着自从才进了这个超市，我这两天才开始在太阳下面做忏悔心，被太阳洗脑，在早上11点多，接近两天，晒着太阳做太阳洗脑。我看到是因为目前我还是百分之百有一个机会，一个机会了。看礼拜三看的时候还不知道，那么其实是目前我看他跟我谈之间，以前我们是很少谈话的，很少也看到我很多怕，现在还不会，他会自动来跟我谈。这个就是很大的改变哦，很大改变啊，很大改变，所以我是很感恩。短的时间，对，非常感恩。对，然后我就希望就是可能还没做到，讲就是我是还是求宇宙，哦，要真正的该找到我该要走的。然后求是就求了，就是我希望就是这样子。我看到他跟我有时候这样的好互动，我是很高兴。那我太太有时候，哎，我养只鸡，就是那小老师养大的，我。养到这么大的时候，他不是伤在我们的后面大便吗？我打了嘞，他是心很可怜的。然后我讲不要打他，我们进了超市，我们可以这样子。哦，哎，第二天他真的很大，20几，突然大便了，我还高兴。但是这个是这以后才可以作证，我是没有，就是没有说那种老加油加油，真的很感动。今天这只鸡呢，我已经送给一个朋友，就是可以疼惜他的，我们也没时间照顾他，所以我送给我一个朋友，他是个马来同胞，他很喜欢这一只公鸡啦，他是刚公公鸡的，他俩，哇，你可以杀他哦，就好像是我儿子一样，你可以杀他了，你放心，这只鸡会照顾到他老为止，那我是很感恩的，就是至少还会找一个有时间照顾他的。像我现在是希望，就是不希望啦，有信心啦，因为我跟你们讲过，是那边讲过，会有人来问我，太阳这个超级生命鸟跟那个舞台鸟什么分别？我就跟他讲，我们是干什么？简单又简单，感恩就可以了，做几个心法就可以了。会改变，我算有点改变，就是喊我这样子啊，这样我可以，你可以来我们上这边啊，麻坡那边的，我来看一下，哦，像那个美美老师不知道，因为他是可能是很想来的，就是因为秀芬的原因，我才又到你这个草地生命密码，那我也希望他因为还是为了妈妈。因为我比较不方便了，因为他先生的关系，但是那里我跟他讲，试一下应该他先生病房，因为那天结果他也来嘛，他妈妈也来嘛，哦也来哦，他先生讲，哎可能哥，那我不吵，至少他还有答应啊，答应到我讲，哎，所以看他有机会看他一起去嘛，好，来啊。真的啊，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，不过我记得你是立刚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哎，讲要来都没有来，我还是问家里有来吗？有来吗？没有来的嘛。不过哈，经过了很多个月啊，终于踏出第一步。那么当你踏出第一步的时候，就是说你已经要自助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就是有自助人助天助了，然后就会接下来啊，不要推转啊，最重要啊，已经踏出来了，就是不要推转。然后有对天地、对导师啊、对这个系统要有信心，对于自己要有信心啊。只要我们所求是合理的，一切都会有改变。
对，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哦，你看他的，就是说他自己也改变啊，太太可以做证明，对不对？还跟太太忏悔，跟孩子忏悔，这个是做太太梦寐以求的是吗？哦，整个先生好像变成新。我没有，到现在训练很多下面了。那可以没有，那是我们学校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可以可以，然后孩子的态度也转变了。几个月的时间呢，那种比较恶劣的那种态度啊，都可以转变过来，所以真的是奇迹啦，就用奇迹两个字来形容。好，那我们再一次的感恩你师弟，啊，祝福他越来越好。来，我们现在来读啊，第十一封信，241或者239。写给寻求健康朋友们的一封信，有谁要啊导读的吗？一起读来，大家都翻到了吗？这一页，来，一二三，亲爱的健康追求者，生命是静悄悄来。
耶诞就是中东的一个国家，耶诞的国王，然后那时候他往生，那时候我很震撼啊，因为国王啊，对吗？国王哎，而且是一个产油国的国王，然后他可以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医疗，是吗？但是他好像六十出岁，因为癌症，他也不得不走。对，那时候我还记得，现在蛮久了，很多年的嘛。就是说，我说世界上最有名的，然后最有钱的，他都抵不过那个病魔的折磨，因为他年纪算是很轻嘛，是不是？那么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我们很多人很喜欢的咯。好、哦，有的人喜欢那个什么橙，有的人喜欢苹果，知道吗？苹果还是比较多人喜欢苹果啦，因为很多人都哇拿出来身份的象征。哦，哈哈，苹果手机啊，苹果手机的。啊，咬了一口的苹果手机啊，那个他的创始人有没有啊 ？Steve Jobs 啊，他也是年纪轻轻啊，对吗？他纵然他坐拥数十亿的那种53还是54那种财产啊，啊，赚亿以上的财产，但是他也是，他可以请世界上最好的医生，对不对？啊，最昂贵的那个药。最先进的那个医疗设备，但是他也是在死神面前也没有第二句话。所以这个就是说无常哦，不懂是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健康的身体的话，纵然你有万贯家财，纵然你有很多的计划，很大很大的抱负，都没有用啊。但是要做到啊，真正的拥有一副健康的身体，做容易也容易，做难也是蛮难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我们真正的健康，我们要概括几个方面：身心灵啊。然后今天早上去学校啊，那个老师分享会，我就突然间想到，哇，我们在超级神秘密码是非常的幸福。啊，身体方面老师也帮我们想了，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有太阳八段锦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太阳八段锦真的是很简单啊，其他的气功可能比较复杂啊，你要记啊，要什么？它真的是很简单啊，八个招式还有啊，然后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就是锻炼，然后还加上太阳公公的爱和祝福，然后我们有呼吸法啊，那个是神。那么心呢，就是我们有导师的各种各样的书籍啊，你要怎样生活，我们有超级生活密码，然后你要健康，我们有什么超级健康密码，你要幸福，我们有幸福生出来啊，然后你要修到身上有光，我们有丰盛的光，然后你要太阳，我们有太阳的，因为有太阳啊，所以是应有尽有啊，富有也有，你要富有也有啊，富有那真的是应有尽有嘞，就是我们所想要的，这个人世间要的，老师都帮我们设想走到，对吗？然后还有音乐，还有 YouTube 上面的那些录音，另外还有精英会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些都是针对我们的心，只要调伏我们的心啊，使它跟天地的真理就是一致，好，不要说乱来啊。然后我们还有弟子规，然后灵方面呢，啊，你去他的道场，可能你只顾到身和心，但是灵哦，好像没有顾到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个系统哦，这个也是我早上突然间才顾到的，谁在帮我们顾？老师。怎样顾？每一次的网络共修，
每一次的主题课程，还有最重要的每一次的导师呢，实修实练课程啊。所以呢，大家如果真正的要进步，真正的要好的在这个系统，就是真正的修行的话，真的是不可以不去，是不是？不可以不去啊，不可以不来上课，不来上精英会，不来上网络共修啊，主题课程，还有导师一年可能两次到三次，比如说一次，哦，一年内啊，真正的顾到三个方面，身心灵都帮我们顾到。因为那个实修实练课程，或者是身心灵滋养班啊，总之是导师的课程，真的是帮我们的灵魂在做洗涤呀。啊，不只是洗涤，就好像那天四川的法师讲的，我们要先什么清，先清对吗？把以前那些累生累世的那些不好的泥巴清掉，改写，然后还要注入新的啊补啊，对，先清，然后后补啊，对，所以这些在哪里可以看到？课程呢，是吗？啊。真的，如果你去一次课程哦，你就好像跳跃式的那种成长啊，提升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不是说我们一直在鼓励啊什么，这个真的是啊，付少少的钱，但是真的是物超所值。然后我们如果真正的要提升自己的话，这三方面都要顾到，就是身心和灵啊，然后其他系统都好像。我不知道啦，好像都是在灵方面就好像比较少是吗？因为我们何其幸运啊，有一个这么慈悲的导师啊。那么又课程又啊，大家都可以负担的范围之内哦，不是说天文数字啊，因为有的其他身心灵课程有的是天文数字啊，但是我们导师的课程，因为它就是顾虑到大家。所以价格都是非常的合理，所以就鼓励十二月的课程，谁还没有报名的？但是所以有来经营会的真的是一个都不可以走漏掉哦，大家鼓励大家一定都要出席哦。啊，我的孩子在新加坡，他拜六不能够出席，我都叫他买飞机票，飞机票已经买了，他早买还去槟城啊，啊。真的，嗯，老师的课程是二月十五号和十六号的，嗯，因为他十五号还要出国嘛，我就刚好买十五号晚上，然后去那个课程，真的，嗯，因为真的是太珍贵了，然后关于这个健康的这封信哦，有谁要分享心得的吗？我们请君龙好不好？金龙来，在你怎么样重拾回你的健康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老师的正面的歌曲那些，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
那些情歌，那些不听了，那些啊，有时候偷偷听一下，不过听了不过就没有人念了，就不听了。现在就这样，就这个城市。还是这边发布的精神和啊，这个还是还是这样。啊，感恩金龙的分享。啊，就是因为今天早上听到他分享啊，十二年的病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要每天都要吃药的，一天吃几次？三次哎，吃了11年。啊，这种神经衰弱的药是吗？啊，我们俗称说补脑药啊。啊，他吃了11年。啊，然后知道他意见的超嘛，虽然他之前已经有去打气功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但是还是。不敢断药是吧？啊，还是继续的，每天都是这样，一天三次的在吃药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西药吃久的话，会就是说它的副作用很大，是吧？啊，对身体也不好，所以只是可能只是控制咯，而不是说完全的断根。还好他遇到了超马，然后就是应用超马的方法，实修实练，然后上老师的课程，然后内功和外功他都做足。终于有一天有一个声音是吗，君龙啊，有一个声音叫他说啊，那个药不用吃了。那时候你接触超马几个月？三个月啊，然后他就毅然而然就听从他内心的声音，他就没有吃药。要吐哦，之前不会是吗？啊，就说所以天地的事情啊，要加持我们就是这么的奇妙。之前他之前要靠那个药，不然他就好像整天没有精神，对不对？上瘾，所以就是很奇妙的啦。啊，就好像老师在这一章写的，啊，有时候我们人世间的事情我们都做足了，对吗？我们药也吃了，运动啊什么的，但是还是不能够得到完全的那个健康，所以还是要借助光的力量。啊，这个是。非常的重要，但是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也不可以整天讲啊，我有灵修，我有灵修，然后就不注重什么，不注重饮食，然后不注重运动啊，这个也是不对，是吗？啊，这个也是不对，因为我们到底还是什么人神啊，啊，我们还是人啊，人类嘛，所以还是也不是是人神啊，不是他吃的人神。我知道他已经写到这个了。那我们还是有人的那个身体啊，所以基本的啊作息啊，就是像蔡女士老师讲的啊，要正常，对不对？要有规律，饮食要有规律，然后什么应该吃，什么不应该吃，等等啊，这些我们人世间可以做得到的，我们都要把它做到足。然后，当我们所有可以做得到都做到足了的，那么如果还是不健康的话，啊，这样可能我们就要探讨其他的因素咯，啊，所以就可以照说老师在《超级生命密码》这本书里面讲的，或者是《超级健康密码》里面讲的，我们再一一的去跟着去做，啊，只要我还是回老话了，只要我们有意，天地就会有福气，啊，真的。还有需要分享的吗？关于健康的有什么心得？春华老师好像也是有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请春华老师分享。后来就减少了，比较轻了。
哦，一路来啊，我出去工作啊什么，因为生病啊，就引起很多那种其他的病症啊，因为我们衰弱了嘛，有时笑气喘啊什么，有没有不够气啊？听得到吗？你们？把你想死好。OK， 好，不行，我太高了。啊，这样。你们要靠近一下。啊，靠近。啊，对不起啊。靠近。啊 ，OK， 啊，可以听到哦，就是从小就是跟这个病魔啊在挣扎，哦，没有一天是好过的日子啊，所以引起很多皮肤的问题啊，各方面啊，很多病就对了啦。有吃药吗？因为我不敢吃药，因为我有生病，其他的药我不敢吃，因为会被伤到啊。那个我没有吃药哦，他就是慢慢调，就后来 OK 了啦，慢慢好。所以我是真正的讲啊，从五年级开始啊，我就有那个生病一直缠着我，一直干扰到我。我这个人生真的是，现在你讲到病啊，我听到真的是很难，这个人生啊很辛苦，明白啊？很多事情啊，我们不能好好的去做，因为睡不好，哦，各方面我会影响的嘛。然后我们就自卑啊，因为一没生病的人啊，一没到家就是睡觉的，我是很累的那种，去做工也是很勉强的，那种感受啊。像我听到病啊，我讲我宁愿没有病啊，其他的我可以接受啊，所以后来就是啊，这个宗教也帮到我一些，但是还是没有完全。我进到超马真的是啊。这个气啊，各方面啊，好了很多。我感觉上啊，大幅度改善，大幅度改善。因为我的逻辑观啊，还有那种什么，我的思维啊，有不一样了嘛。哦，在宗教里面，我们没有学到的，我们这些能够提升我们啊，就讲灵命的提升啊，各方面。所以打开那个心门啊，每次上老师的课啊，我是有感受到的。每次回来，我都是抢先回去再报名第二次的。真的，这个22月早早就报名了。啊，我拿到票了，我拿到门票了。我跟大家讲，我先报名的，我不会错过的。因为我的感受良多，每次回参加老师的课程回来啊，就是不一样。好，啊，还有一点呢，我是啊，他可能讲啊，傻傻去做了。不要想太多，不要想太多。哦，还有老师的功课要做啊，哦，就是这样啊，自己好过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自己感觉到啊，一天一天的好过来。你们可能看不到我们内心的那种喜悦。啊，现在我们也没有大起大落，你看不到我一下老板一下变成什么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们每天要提升我们的灵命，哦，每天去听老师的引导啊，写心得啊，给谢谢家里。你叫我写心得，所以我写一个月了哦。我鼓励我周边的人全部写了。这个一莲啊，小珍啊，开始写了哦，像今天都可以写，被他们开始写了，我很高兴啊，爱你哦。所以这个心得就是我们每天写啊，可以看到自己，啊，对和错。这边才能够改善我们自己，啊，这样我们看到自己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弱点，知道弱点，我们去补回，我们就不会，我们的身心灵就不会积德吗？我是认为这样啊，一下提升了，我们学习这个最重要，这个灵一定要跟我们配合的。以前我的灵是在哭的，我很辛苦，我很辛苦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好，啊，是吗？真的。感觉到啊，很多很多方面啊，哦，以前我不能够解决的问题，现在就是找到答案了，很快就有了。我们要的看到，只是我们自己感觉了很多很多问题，自己去解决。我要修的是这些了，哦，啊，我不是要修什么大悟啊，还是什么？没有，啊，我会讲到那些其他的那些是副产品，还要给别人，啊，这些我们的健康数据。你看那些老人啊，
跟我同年龄的啦，一个一个走路，我看我的同学啊，走路已经这样，那个脚、啊，真的，我现在还可以走到自如这样啊，我真的感恩啊，感恩太阳圣德老师的引导，还有天地的感受，好、哦，这边很重要，好、哦，我感受我真的你这个年龄啊，走路呀、啊，真的是我很辛苦了，你回个病好的，啊。啊，对，我们看，我们去拍，你看，我们去拍拍书，跟金融去，哎，人真的是飘出去。哎呦，我不要做那种人了，真的，我宁愿去做那些利益众生的事哦。那个是我们的福气啊，我们的福音啊，我们去帮人好过人家来帮人，好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是这位。哦，感恩中华老师很棒的分享。哦，他如果不讲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哦，年纪小小就被病魔缠身。其实人生有很多的苦，然后其中一个我觉得最苦，也是蛮苦的啦，相当苦，就是说病苦咯，对吗？嗯，病苦，因为。是吧？所以当你生病的时候，身体不健康啊，就好像中文老师讲的，很多副作用的是吗？你要做什么活动啊，从事什么事业啊，什么都做不到，力不从心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哦，然后还会产生那种不好的情绪，对吗？感觉啊，会自卑等等，因为你不能够跟你的朋友一样啊。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些比较不健康的孩子，有没有啊？然后他们又。些他们的情绪啊都是比较负面的咯、哦、因为身你就会影响心啊，它是环环相扣的啊，身心灵，所以第一个我们就 要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啊，顾好来就是真正的要去落实、啊、不可以放纵自己了啊，真的是不可以放纵自己啊，比如说吃夜宵啊，不要紧啊，今天吃了啊，明天才不吃，但是 每次都是今天吃明天不吃，对，所以那个是什么？放松自己，然后找借口，然后一杯热水和一杯冷饮在你的面前，那你先来一杯。然后我最记得的哦，健康密码老师讲的，勇猛精进的人哦，什么叫做勇猛精进？勇猛精进就是说，在热水和冷饮之前，你先来一杯热水，那个才叫勇猛精进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一直的放纵自己啊，不要紧啊。天气很热嘞，今天喝了这一杯，明天也是天气很热啊。啊，尤其是现在哈、哦。啊，尤其是现在每天天气都很热，对不对？天时紧急啊！大家有没有看到印尼的那个海啸的那个短片？很恐怖哦。啊，所以你看今天的报纸也是有报到那个日本是吗？哦，那个台风。所以我们就好像说这些都跟我们没有关系的，我们太幸福了、哦、想想一下，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国家那个地区，像我们会受到什么样的遭遇、哦、有时候好像说你有很多财产很多钱，但是当天灾来的时候，再多的钱再多的财产也是没有用啊，是不是？然后那个海啸一来摧毁建筑物啊，农作物啊，全部摧毁、哦、这样还剩下什么？你说连命也没有了，尸体都找不到，对，就好像以前日本的海啸这样的、哦、找不到尸体，对，真的啦，大家都要一起来修啊，为自己，然后为家庭，也为这个地球啊，我们知道吗？天灾人祸都是跟我们个人息息相关啊，我们的心念不正确啊，每天在那边。想有的想没有的啊，然后担心害怕恐惧猜疑自私自利啊，妒忌心，然后心胸狭窄啊等等啊，啊这些负面的那种能量啊，真的是会使地球雪上加霜啊，直到已经生病了的地球啊更加生病，那个病更加严重啊，因为刚才在做那个流程的时候，小学的流程里。突然间想到，那导师有说，宇宙的科技可以使
就是说好像说我们今天讲哇海洋垃圾啊什么啊对吗，或是冰山融化，那像宇宙的科技它如果要的话它可以一瞬间清理那个海洋，或者使那个冰山恢复它的原貌啊。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说环保不重要，也是重要，也是要普及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什么心啊，心灵环保，好改变心态啊，把我们的频率拉高啊，不要在那边恐惧害怕自私自利啊等等等等啊。很多人不承认啊，他觉得没有啊没有啊，我每天都过得好好的，但是这些你每天在送出什么能量，你都不是想到的啊。我们讲一句话，那个能量出来是什么自己知道对不对啊。现在求超满了知道了哦，之前不知道，很任性啊，要讲就讲啊，现在知道了哦，那个口气啊都有那个能量是不是啊。所以身口意哦，真的啦，超满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系统啊，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不可以错过了啊，真的不可以错过。然后趁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我们读第十二章。写给想要经营婚姻很有门的一封信。亲爱的天下男女，经营美满婚姻。
如果是没有这么的甜蜜啊，然后就会有很多糖分啊，很多养分，那你照做老师的方法去做啊。靠近生命密码里面的那个玫瑰心法啊，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人做玫瑰心法，有吗？啊，真的找到了你的最爱。然后我们去那个东马哦，那个沙巴有一个，我们叫她玫瑰夫人啊，因为哦，她就是很厉害做玫瑰心法，然后她做到哦，她老公对她实在是好到她讲她不敢做。
闲聊着，他就想你就是没有看到那一种的，就在另外一个同事的身上看到了那一些不好的习性啊，这些东西。我去，但其实大家也可能讲对不起，过去的真的是太没有智慧了，把我们的情绪应用在工作上。其实，当我们知道哦，因为我们的当时所想的，我们的口气语气会造就他人的那一种害怕的时候，以前我看不懂，现在我看懂，我看到人家来跟我讲话的时候，他带着那种害怕的那种感觉的声音哦，当下真的是很惭愧又忏悔的。我一直在修正，在修正。我过去真的是惨不忍睹，可以讲是非常的丑恶很丑陋，那也能感恩天地他很大发慈悲，都给我很大很大的那个机会去改正去修正。我就是这样子咯，乱闯了不对，又另外一种方式，就自己在那里装病。但是就很感恩有一群可爱的家人们呢，还有我们一梅老师的带领之下，还有我们可爱的太阳升的导师，谢谢。感谢可爱的另一个分享。所以最重要的呢，开智慧，明理。明理这两件事很简单，又很容易写，笔画很少，对不对？真正要做到，很不容易，是吗？我们佛教每次讲无知无明，无知无明啊，也就是不明理啊，很多观念之为认知觉悟错误啊，以自己的方法来讲话做事跟人相处等等等等，所以就记这边碰遍那边碰遍啊。那么今天晚上啊，真的非常感恩能听了大家这么精彩的分享，那么我们的经营会呢？